瑞奇和黑人在2015年喜获双胞胎，不时就会分享生活点滴，受到大批网友喜爱。不过范范在怀孕期间可是受了不少苦头，因荷尔蒙变化的关系严重掉发，甚至有秃头危机。范范索性剪掉长发，接受生发治疗。今日范范却被捕捉到左耳后秃了一块，让人不禁联想是不是压力太大。不过范玮琪的经纪人表示，范范最近忙着筹备演唱会，心情很快乐，掉发问题也改善了，应该是拍摄角度的关系。老公黑人也说，范范严重落发的问题已经复原。事实上一年前范范曾主动告诉粉丝，因接受治疗的关系，毛发反倒变得茂盛，眉毛越来越浓密。当时他透露心声，希望大家跟接受我的短发一样喜欢我的大粗眉，并说自己产后一直在接受治疗，要粉丝不必担心。